全民打棒球的游戏画面。钞票上有棒球，63年中华民国上。然后再次，一、二、三。对啊，怎么都这些人呢？平板舟不是波音747哦。小弟弟有什么时候开始做影片？最卖座的作品为什么想要制作卡通？麋鹿姐姐，等一下，麋鹿姐姐，糟糕，我可怜，也讲去了，我没有认为，而且没有代表，很厉害。等一下，所以说更聪明哦，只要什么，找一个什么树洞，对不对？树洞知道吧？会不会很大？当什么？叫小熊当野牛蛙，对，要好的方法。是因为你回来会饿死的，你除非找一下公务人员，或者你会来干嘛？